话说呢一日呢，我哋晨早就落去食早餐，而家上昼九点半到啦。食完开心早餐之后呢，老爷要翻工，咁我哋周围行下啦，行下呢就行到海之恋有一间超级市场，哇，佢里面啲嘢呢好平噶 ，Lindt 嘅朱古力，哇，几吸引，个价钱仲吸引啊，$13噶，杏仁牛奶朱古力啊，味道地啊，原价$26，唔中意呢只口味，仲有第二只口味，哇，呢只流口水啊，呢只就系杏仁牛奶白朱古力，$13咋。为什么那牌子写着未过期的，原来呢这间是环保超市来的，他们呢专门售卖那些未过期或者是将会过这个最佳食用日期的产品呢，那就希望减少食物浪费啦，同时呢又给市民呢可以多一个买便宜的选择、啊、他另外有个特纯香橙朱古力就$19，这个是黑朱古力啦，78% 纯黑朱古力啊，$15。呢头系碎朱古力，软曲皮，咁都320g嘅，几钱啊？$20啊，味道皮啊，啊嗱，我嚟送礼啊，都几好啊。呢啲系脆口嘢啊，脆片，咁佢咧 100% natural 啊，就系 gluten free 嘅、啊，即系啊无麸质嘅。几钱啊？$13啊，味道皮啊，好，咁我都买翻啲先。呢、這个蒜香牛油薯片啊，佢啊标榜呢个冇味精啦、啊，即系冇嗰啲添加剂之类啦、啊。$10鸡啊，咁佢仲有好多款噶，大家嚟快掘下啦。呢个系牛奶朱古力蛋白棒，$7都有交易啊。隔篱咧。又是$7都有交易啊，不同口味。这两个一个是蜜金啫喱，一个是橙啫喱，都是$13，原价成$25的，日本制造，味道奇。跟着是泰式香辣四薯片，小的$5鸡，大包一点的就$10鸡。原味三文鱼的鱼皮$6鸡，原价是$20的。这个牛奶朱古力曲奇几市正感冒，$23，原价$45，未到期。我们看看它怎样未到期法先。箭嘴指着呢上面那个日子是生产日期，下面那个呢就是 best before， 此日期前最佳，1月1日2023年。咁我而家都系2022年4月19日啫嘛，所以呢佢系好多时间俾你食呢只曲奇饼嘅，佢系唔苛刻嘅。成人综合维他命糖$10鸡，原价$20。呢啲系 baby water， 婴儿天然活泉水。咁啊，整嘢俾 BB 食咧，就用呢啲水就唔使煲嘅。咁啊，有机姜味野菜汁$15，原价$88，过咗期嘅。咁我哋睇下点样过期法先。最佳食用日期就系3月18。咁点解呢间超市可以买啲过期嘅产品呢？原来呢係有两个解法嘅。第一呢，佢就係话此日期最佳，即係 best before， 即係话呢个食物呢最好呢就喺呢个日子里面食啦，但如果过咗期呢都仲可以食嘅。咁另一个呢就係话此日期或之前食用，咁佢係实牙实齿咁讲㗎喎，就是 use by 几时啦，最后嗰日都仲可以食，但系过咗呢个日期咧就唔好食啦。跟住红本红烧肉汁$15，原价$37，过咗期嘅，限期就系3月22。嗱，呢条味品啊，蒸鱼豆酱，你就话已过期嘅$7，咁隔篱呢个黄咖喱咧。咁呢个就$7，就未到期嘅，原价$15。水煮青鱼啊，
咁就未到期嘅8蚊，而家16蚊。呢啲買翻去咧可以即食，咁我諗我會買一個呢啲。哇！呢、這個先抵啊，羊協成價鷹啊，500g，19蚊啊，原價46蚊，仲係未到期添啊。呢個係煙燻嘅芝士醬，佢係素嘅，純素芝士醬，48蚊。哇！好多靚女啊，識貨嘅靚女嚟買。呢啲係味淋啊，日本製嘅味淋，300ml，9蚊雞啊！泰式辣椒醬250ml，10蚊雞，就過咗期嘅嚇，你自己諗啦。呢個係花生辣木蒜香麵啊，咁咧佢就係高蛋白質同埋低脂肪嘅。里面有5个面饼，39蚊，原价55，未到期嘅。跟住系蚝油，香港制造嘅，545g，15蚊咋，原价28蚊，未到期啊。呢个系牛油果油，仲系特级初榨添啊，49蚊，原价89噶，未到期。呢个好嘢嚟噶，呢个抵买。全素嘅免治牛肉啊，咁咧佢话系澳洲嘅，哇，原价98，而家49嘅，未到期嘅呢、這个系，咁呢个系植物全素嘅免治猪肉啊，59蚊啊，呢啲系石兰红茶，29蚊，呢啲系茶包啦，薄荷香草茶。嗱，佢有個特別之處就係咧寫住 caffeine free 啊，即係咧冇咖啡因嘅。咁有啲人對咖啡因敏感嗰啲咧，飲咗就唔舒服啦，可能心跳啦。但係呢個就唔會啦，就13蚊，哇，原價都42蚊。呢啲係佛手柑白茶，係 Earl Grey 白嘅茶。嗱，中意飲嘅話咧就啱曬，有機白雀白茶。83蚊，哇！原價198。頭先咧有個靚女睇到話，哇，好抵啊呢個！中意飲咖啡啱曬啊！怡寶白咖啡我都飲過類似嘅，29蚊，原價45蚊，呢個未到期啊！咁佢每一包有15包嘅，呢度咧太多嘢賣啦，嚇！你入到嚟啦，你又唔捨得走啊！住需度都有得買，呢、這個係咧重塑彈力緊緻精華299啊，咁佢原價就係、是、哇633蚊，如果啱用咧都幾抵。呢度咧都有一系列嘅護膚品啦，價錢真係唔貴咯嚇，咁啊嗱，大家中意過嚟睇下，因為見到有鏈琴啊。立體素顏緊致乳霜啊，啱啱過咗期，原價就980。嗱，我想睇下佢點過期法嘅，但係我睇唔到佢個日子，咁其實可以問一問個員工嘅。哇！呢套震撼啊！呢套韓國嘅護膚品成 set 喎，原價咧就699，特價299，可惜已過期。不過過期都唔會過得好耐嘅，嗱買唔買自己諗。哇，各位主子都有份啊！呢、這個咧就係納米銀寵物噴霧，原價238，特價129。主子，快啲過嚟買啦！嗱，supplement 都有啊，即係嗰啲補充劑啊、鈣片啊、維他命丸啊，咁啊可以嚟睇下啦。嗱，呢啲泡芙咧係唔好食嘅，雖然話賣13蚊。唔好食啊！大家唔好買。呢個係黑朱古力雪心榴蓮喎，15蚊，都話過咗期嘅。點過期法呢？就3月29，今日就4月19嚇，你自己衡量呢個。呢啲咧幾好食嘅，我覺得。呢係酸辣味香米脆酥餅，13蚊。原價20蚊，未到期。哇！真係好多嘢想買，大佬。
哇，嚟到呢度咧，真係都幾開心㗎。呢個牌子大家都識啦 ，Plantus。咁咧呢個係原味腰果啊，29蚊啊，未到期啊，原價42蚊啊。飲唔飲酒啊？有法國啤梨酒啊 ，French cider， 就係13蚊。不過咧就過咗期嘅，啊自己諗啦。咁隔離呢只都係啤酒啊，小麥啤，呢個未過期嘅。原來佢連奇亞籽都有得賣喎、啊！奇亞籽咧係一種好有益嘅種子嚟嘅，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下佢嘅益處啦。仲有啲藜麥啦 ，superfood 啊，超級食物啊，好有益嘅，就29蚊。喺度咧提一提大家，今日見到嘅貨品咧，如果你睇中咗咧，咁你下次過嚟就未必有嘅嚇，因為我上次過嚟咧。有些貨品冇，有些貨品就有嘅，未見過嘅。點啊？過嚟買平嘢咧？過嚟荃灣西站嘅 B1 出口。咁啊，向住呢條路直行，行到前面咧，見到有個商場入口，入到去咧，直行之後轉右邊，跟住係咁行，行到前面就見到個鋪位噶啦。哎，唔记得讲，呢条片不是广告啊，是我自己真心分享的，多谢支持。原来呢间 Green Price 咧都几多分店噶，有中环啦、啊、湾仔啊、观塘等等，有兴趣的可以去睇一睇啊。好啦，翻到屋企啦，咁啊做个朱古力开箱。嗱，我开咗啊，我琴琴声食咧就唔记得拍片，咁而家补翻啦。咁我开咗呢只啊。咁呢個有啲榛子嘅朱古力嚟嘅，好似13蚊啊呢個。嗱，咁我又買咗呢個啦，咁啊呢個就未開，咁啊睇下呢個先啦。咁搣開咗咧，嗱我食咁幾嚿啦嚇，咁啊食嗰陣時覺得都係好新鮮嘅噃。嗱，你睇下佢嗰啲果仁啦，都仲係新鮮，你唔覺得佢係有一陣好殘舊嘅味嘅？唔會嘅，嚇仲係好新鮮好好食嘅。所以是買得過的這個價錢，它是差幾個月才所謂夠期的，它的賞味限期就是22年的7月31，而今天呢只不過是22年的4月中，4月十幾號，那還有3個月，但是它的朱古力呢都還是好吃的。欸，不要走著，大家有沒有 follow 我 Instagram 啊？得閒入嚟睇下啦，我有好多生活嘅點滴分享噶，個 ID 係 redok118，多謝支持支持支持邊個？支持阿肥啊！訂閱、贊好、留言，留言又唔知講咩好，咪俾個心咪得咯。多謝，拜拜。多謝。